我想结婚，而且是为爱结婚。你真的就那么相信那一张纸吗？我相信啊。我觉得那不单单只是一张纸，那是一部法律，一种无形的力量，它会把我们绑在一块儿，好好的过日子。我是一个生性散漫的人，挺需要这种力量的，我也挺渴望这种扎扎实实的感觉。我觉得你在开玩笑。你觉得我会拿自己的终身大事来开玩笑吗？没有，没有。如果我不想结呢？我可以等，不过得有一个期限。多久？一年。我给自己定的是一年的期限，如果在一年内我不能让你回心转意的话，那咱们还是分手吧。白俊，我不知道你懂不懂，其实婚约和誓言是管理不了感情的。我懂，但是爱情本来就是易碎和奢侈的。你说我这一辈子要是不能为爱结一次婚的话，想想我觉得挺亏的慌，有点白活了。让我想想吧，好吗？喂，小磊吗？还挺有性格，一听是我电话就挂了。我们这种人变相话跟唱歌似的，别污染您的生存环境啊。什么时候说话都这么刻薄啊？跟你爸爸就不会，他是一个好老头。好吧，今天约你出来就是想正式向你道歉。那倒不必了，因为我毕竟在黄家明公司上了班，也算是有眼无珠吧。是我不了解情况，而且态度实在是太粗暴了，请你原谅。还想跟你说一件事儿。嗯。我们两个正式交往，你看怎么样？交往什么？男女朋友的正式交往。笑什么？谢谢您的赏识，祝总。不过，我已经有男朋友了。没听你说过。他是干什么的？他是我同事，也是卖保险的。能不能问问，他是怎么打动你的？或者说他有什么过人之处吗？他很普通，只是有一天他对我说：“天冷了，加件衣服吧。”就这样。难道说一句话比财富还要重要吗？我觉得在这个金钱的社会里，金钱反而不是唯一可贵的东西了。但在这个世界上，除了你的父母以外，还会有谁对你说天冷了加件衣服吧？
不是喜欢看动画吗？我们可以去动画联盟网站，这儿各种动画片。如果你要想听音乐的话，你就去苹果音乐网，那儿很多好听的原创音乐，很有意思的。秀，你可以看很多好看的服装。如果你想买的话，我们就可以去。不好意思，让你们先到。是不是陆迷出什么事儿了？哦，没有没有没有，我是想请你们两个人帮着出出主意。我不想让陆迷整天老面对我一个人，想让他跟外界多接触一下，可是又怕不安全嘛，所以没办法，我只能让他在家上上网什么的。这好办，陆迷以前就是一网虫。是，我知道，可是他现在对这个一点兴趣都没有，我试了好几次也没用。你们看还有没有什么其他办法呢？哎，我们搞一个聚会怎么样？聚会？嗯，好主意啊。是不是陆迷就快过生日了？嗯，对呀，我们借着这个机会请一些朋友啊同学什么的，又都是熟人，没准还能帮他恢复记忆呢。对对对，这样又热闹又安全。这倒是个办法。那老白，你们以前的黑马同事，你帮着约一下。没问题，就中学同学就交代给你了，你放心吧。拜托二位，我先走了。走了。好，这是我的辞职报告，我要辞职。哦，也죄송합니다선생님예제가정리했습니다무슨일이죠有什么事情吗？我妻子生病了，我必须在家里要照顾她。제가와이프가몸안좋습니까제가간부를하고싶었습니다게임개발이끝나가는시점에서다시한번잘생각하시죠你现在离成功只有一步了，所以你要好好的想一下。不用，这是我经过深思熟虑才做的决定。괜찮습니다제가많이생각했습니다그럼이렇게하도록하시죠회사에서기자회견을갖도록하고당신이수석프로그램으로서먼저인터뷰를하는겁니다那这样吧，公司马上要召开记者招待会了，你作为首席执行师去参加记者的采访。还是让刘刘去吧，这个游戏他有很大的功劳。네괜찮습니다刘刘가제가대신갔어요그사람은많이수고했습니다할수없군요그러면하지만회사는항상당신의문이열려있으니까언제든지오세요好吧这里的门随时为你敞开谢谢你正要走啊。嗯，子冲啊，兄弟佩服你。我们女同胞都支持你。大伙一块儿
工作这么长时间了，感谢你们的关照，很高兴跟你们一起工作。不说了不说了，都是些废话。行了，大家还是好好工作吧。啊，常回来看看啊，有空出去吃饭。再见。正找你呢，礼拜天我老婆过生日，我想在家给她搞个聚会，到时候你过来帮个忙。干嘛呀你这是，那礼拜天见啊。哟，妈你快来看，这胡子冲现在挺火，连报纸的 IT 版都登了他的消息。你看我刚才看到了。是吗？嗯，我这正担心呢，他这么一火就更忙了，哪有功夫照顾陆迷。子冲啊，嫂子，来来来，妈，哟，都在呢。哎，你来的正是时候，我给陆明煲的汤刚做好。好嘞，陪陪来坐奶奶这儿，让小姑坐那儿吃饭。你让他坐那儿吃吧，我不在这儿吃了，那个陆明家等着呢。啊，我先走了。哎，拜拜。哦，对了，妈，跟您说一声，以后啊，您就不用老去我们那儿了。我今天已经办了辞职手续，这样的话，我就可以好好照顾陆明了。子冲，妈以前有什么对不起你的地方，你别记恨我。你为陆迷所做的一切我都看到了，是妈以前误解了你。甭说了妈，都是一家人嘛。再说这段时间让您那么费心，我这心里还过意不去呢。啊，好，你们吃饭吧，我先走了啊。就等你们了，快进来吧。哎，来了，来了，阿姨，菜我都做好了，到时候你们热着就行了啊，留下来一起玩吧。我一老太婆跟你们凑什么热闹啊？妈，嗯，待会儿吧，一块儿。不了，你们玩吧，别玩太晚了。我知道，我走了。您慢点儿。哎，差不多了，差不多了，行了，行了，行了，哎，进来，进来。马上马上，别吃！哎哎，好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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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本主持人正式宣布，请女主角入场。陆迷，请起来。你看，别怕别怕，这些都是我们的好朋友。今天是你的生日，你看，你以前的同事，还有你中学的同学，还有我的同事，这是刘刘，哎，流连忘返的刘，大家都来给你过生日了。啊，陆迷，生日快乐！生日快乐，陆迷！生日快乐！都给你买了礼物呢。谢谢谢谢谢谢。陆迷坐下吧，来来，我们点蜡烛。哦，对对，点蜡烛，点蜡烛，来，点蜡烛。来，啊，好，下面进行第二项，许愿。吹蜡烛，唱生日歌啊！对对，唱生日歌。来, 来, 来，你起头去。好好好，祝你生日快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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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吹蜡烛，吹蜡烛。陆迷，吹蜡烛。啊，这样。咱们大家一块吹蜡烛，好吧？好好好，哎，来，大家一块吹蜡烛，一、二、炉火纯。等等，
你说什么？萤火虫。他记得，他还记得，他想起来了，我以前曾经送过他萤火虫。卢米，你是说萤火虫吗？你是说我以前从宁波给你带回来的萤火虫吗？鲁明，说什么？萤火虫都跑哪儿去了？他们都去哪儿了？你别着急，这儿有。你等着。有蜡烛吗？有。哦，不，都给我吧。咱们家现在全是萤火虫了，啊！哦，烫！好看吗？只要你高兴，怎么样都行。你就是要天上的星星，我也给你摘下来。天上的星星。起来了，萤火虫没了。啊，萤火虫啊，萤火虫晚上才出来呢，白天太阳这么亮，他们当然都回家去了。萤火虫，萤火虫。萤火虫，喂，刘刘，哎，子冲，帮我一个忙行吗？哎，说，知道萤火虫吗？知道，帮我做一个屏保，要全是萤火虫。小 case， 你什么时候要？有可以好。哎，好嘞，这样啊，我做完了给你发过去。好，哎，拜。帮你设计了一个屏保，这样的话你白天也可以看见萤火虫。来吃饭了。小米，不看了，吃完饭再看啊。妈妈妈，你让他看吧，我喂他啊。子冲，你这么惯着他会把他惯坏的。没事，他现在可乖了，昨天他自己一个人吃了一碗饭。他要萤火虫，你就给他点了一屋子的蜡烛，现在又给他弄了一电脑的萤火虫，你老纵着他。妈，你也忙半天了，先去吃饭吧。好。五迷，边吃边看啊。
假的。什么假的？萤火虫全都是假的。陆明，白子冲，我再敬你一杯。我这次能到总部进修，全是你的功劳。哥们儿受之有愧。都是自己兄弟，不用这么客气。不行不行，我得补偿你。你有什么想要的？你说。有什么想要的？还真没有。你别介，你就算给我一次机会行吗？只要你一句话，我全能办到。那你帮我把陆迷的病治好了。啊？这办不到。你再说了，我要是把陆迷的病治好了，说过哪轮得上我呀？那你吹什么吹？喂？你们什么时候来的？怎么不提前打个电话呢？你们怎么知道的？妈，我现在有事儿，我回头打给你好吗？啊？怎么了？我爸我妈来了，这下麻烦大了。你等等，喂，妈，你说吧。不是，我今天工作特别忙，所以没及时给您回电话。啊？谁说的？什么神经病？谁得神经病啊？这谁给你胡说八道的？我告诉你，陆迷现在就在我身边，他非常好。我不回宁波，我为什么要回宁波？妈，你甭管我的事儿行不行？三十而立，我有我的工作，有我的家庭，我不需要你再操这份心了。我是辞职了，怎么了？我说妈，您这一本正经的性格，这么多年，您怎么就还没改？你这都从哪儿知道的这些事儿？你没必要来看他。你既然能不欣赏我的老婆，我看你没这个必要了。我爸怎么了？你说什么？那我来找你。你们住哪儿？我知道，很快。你干嘛那么愁眉苦脸的？是不是你们家小陆又做了什么吓人的事儿了？陆迷这两天还好。那你干嘛那么颓废啊？是我爸妈来了。不会吧？那你不得累死了？是啊，我都快疯了。我爸妈这回是铁了心要带我回宁波去。陆迷不是还病着呢吗？是啊，就是因为他们知道陆迷病，我妈也不知道从哪儿知道的，我为陆迷把工作给辞了。她急得就差点没指着陆迷的鼻子骂了我，拦都拦不住。
那陆迷没事吧？他当然吓坏了，可你说我能怎么办？那是我妈呀，我妈为了给我安排一工作提前退休了，我爸身体一直就不好，现在又查出来有肝炎，以后他们的生老病死就全指着我这一儿子。你不知道这回一看见他们，我真的吓了一跳。才两年的功夫，头发全白了，老的我都不认识。那你打算怎么办啊？我不知道，一边是把我抚养成人，现在需要我去赡养的父母，一边是因为我病得疯疯癫癫的陆迷，我是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没事，我先走了。子冲，你今天能过来一下吗？我有点事儿要出去。好，你忙去吧，我现在就过去。嗯。一会儿你妈来了，把这封信交给她。那我先放这儿了。他一会儿就来，你在家乖乖等他，我先走了。Thank you.
怎么了？你拿去看看。哟，这么多钱，子冲什么意思啊？什么意思？意思是他跑了，不要陆迷了。妈，您先别着急，我想子冲他不会吧？哼，不会，这个狼心狗肺的东西，我真是瞎了眼，我还原谅了他。你问清楚了再说。这不是明摆着呢吗？你们打他的手机看看，看有没有人接。妈，您先别生气，子冲他应该不会的。还不会呢？哼，我早就说过这小子不是好东西，你们还偏说他好。这下好了吧？他跑了，扔下糯米跑了。子冲不见了。你怎么起来了？快睡觉去、啊、听话啊，睡觉去。哎呀，子冲，我看不见他了。啊，子冲啊，他出差了，到国外去了。啊，妈，我要子冲回来。妈，听话，子冲啊，他忘了告诉你了。啊，嗯，咱们睡觉去好吗？听话啊，走，睡觉去啊。喜欢吃面条吗？来尝尝啊。他为什么还不回来呀？吃两口，你闻闻香着呢。自从知道胡子冲走了以后，他就不吃不喝，整天就是那两句话。你们骗我，自冲不会回来了。阿姨，那胡子冲没一点消息啊？一点消息都没有，打他手机也关机，关键时候就看出他是什么人来了。阿姨，我先接一电话啊。喂，喂，白俊，我是子冲。你在哪儿呢？你两个小时后到首都机场来接我，到时候见面再说。咱们现在去哪儿？回家。回哪个家？回陆迷家呀。对不起啊，我没法带你去。要不我给你打一车吧。到底怎么了？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
你打什么车？你说话呀！你现在要去找他，他妈非得杀了你不可。为什么呀？哎，我说你是真傻还是装傻呀？怎么了？我都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你离开陆民，大家都很理解你，你做的已经很好了，仁至义尽了。那你走了，你干嘛还要回来呢？你知道吗？他好不容易才安静下来，你何苦还要去伤害他呢？你都把我说糊涂了，我到底怎么了？我走哪儿是谁要走了？他们给你打手机，你干嘛要关机啊？我关机是因为这些天我一直在深山老林里没有信号，所以我才关机的。我回宁波是因为我找一样东西，这是陆民最后的希望，也是我们俩唯一的机会。怎么了？我现在没时间跟你解释那么多了，你赶紧带我去见陆民，我一分钟都等不了。我回头再跟你解释。中，你自己去吧，我可见不得这种感人的场面。哎，子中，加油！就在咱们家的院子。我不信。你要是不信的话，带了礼物要给你看。
事吗？我会。你呢？我会。一生都爱。记得那夏天，你经过我面前，忽然的回眸，见你忧伤的眼，想冲到你面前，说一些片言，却看着你抹去，来不及让我上前。从此的日子总是带着挂牵，迷失在人海里，想捕捉你的容颜。再次的相见是久处地的债，你站在风里让我不顾衷上前，不要再次转身